咱俩的任务就是买，看能不能买着鞭炮，然后再看看那个。买鞭炮就买滴滴鸡儿就行。啥叫滴滴鸡儿？滴滴鸡儿就是那个一边铁棍儿上面插的。再有一个就是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无人机给飞起来。类似的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比那个好。这个3.99块，3.9块。这个短的1.99块。你说要哪？这个，我要了十箱的。这算就这俩就可以了。啊，还有那个转5分钟的那个是。2分钟的就这个。别转了，别转了。好，那就这些吧，那就这些了。OK， 好。买到了仙女棒，一生圆满了啊！不，今天圆满了。